咋子？你怎么下来了？妈！结婚前我啷个说的？家里不让养狗。累啥子？考察的路上捡的，挺可怜的，就剩他一个了。他找你，我不找你。找你，又是什么意思？找你都是苦力。你找你。没事。哎，咱起个早啊！看你这毛多漂亮啊，是不是啊？八筒，对，太喜欢麻将，你们俩肯定合得来。什么？叫一个。哎，好。现在在你妈这儿待遇很高了，都能上床了。今天是老爹给你忘了，八筒，走，咱回家了。